现在是个导游。后面的朋友跟我一起往这边来啊。下一步就到我们的天鹅广场。是很壮观，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咱们的天安门广场。看到月亮了吗？今天的月亮也很圆。哒哒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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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就祝最近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！蹦蹦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现在来到了故宫的什么角楼？哎，现在没有人了，安静，给大家表演一个。看到月亮了吗？猴子捞月。OK， 那边有人过来了，先避一下啊。帅哥，